等等等等等，我说没怪就没怪，但是也不要一次冒出来太多，好不好？我会受不了啊！你是受不了的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姐姐。你是受不了的，喂，李子，你怎么受不了的，李子？哎，他竟然马上开！哇塞，连装都不考虑先买啦、啊。可能是武器优先真的不知道该说他是会玩还是太急躁了。其实也算是会玩的，因为如果你开门的话，怪会比较多，那钱就会比较多。也是，而且不会玩的话，要是开的话，肯定随便乱开。他很明显是会玩，肖力。啊，他叫你啊。他邀我进 party 啊。为什么？他哦，居然有商店，有商店。我不太想接受，可以吗？弟弟。啊、我可以不接受吧？可以啊。欸、我不够钱呀！而且他竟然会找我们 party， 我严重怀疑，欸、他没有找另外一个吗？那我可能严重怀疑他应该是观众吧。我觉得不一定哦。哦，他居然是这么冒险的，直接先开完了。哇塞！可是这样子的话，他也不是不会玩的人。可是这样子代表说，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就相对的高。可是我感到惊讶的是，不是他承担风险怎么那么高，而是他钱怎么累积那么快？啊？什么？他钱怎么累积那么快啊？不知道，他可能知道怎么玩吧。毕竟我们也不是很会玩的，只是爱玩而已，不是很会玩。爱玩和很会玩是不同。爽了，电箱。哦，开店。这个欧洲人。等。哇！凶。已经到十一回合了，刷怪也刷太快了，来不及修装啊。毕竟是路人嘛，一定会直接把怪打完的，不太可能会留怪。对啊，一个路人就已经够快了，然后两个路人更快，三个路人就超快，四个路人就快到不行。哪来的四个路人啊？最多就三个而已，好吗？哪来的第四个？你就跟我说。你说第四个吗？第四个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快到不行的那个路人的话。我觉得你像母汤啊，够狂涛！哇塞，快走！有人前往那边走，而且还倒了。
前期狂开门，然后完全没升装备，然后就是最后结果就是到后期一直倒。我抽到两把枪了，双管散弹枪有抽到了，可是没有抽到技能，还要继续抽。你还需要一把枪，彩虹步枪。两。虽然我还第三把还真的是用彩虹步枪。为什么？其实我很少用它。很少的用它哦。对付单只大 boss 也很强哎。射速超快的。哎呦，好险电警枪哦，不然一下子就被打死了。没有注意到，那边有一个史莱姆，吓死我了！我迎面撞上去，火焰喷喷。先把双管升满，我再继续去抽。干！我才刚买子弹，好险！我差点买了，我差点要买了。那个迅速复活，那表示说那个卡斯纳是会玩的。对。还好，又没子弹了啦！怎么这么刚好啊？又没抽到彩虹步枪啊！还好双管现在过保里。要再见了吗？啊！弹药填充机车嘞！哦，那个路人终于抽到那个电击枪了。等，我这下真的要去，我这下就咚！不，没子弹，白痴，没注意到。哎，有弹药填充。我刚买，我已经买下去了。那我就教你先等，一样吧。你讲完了前一秒我就已经。快！帮你了。我刚刚按下 F， 我面对这僵尸，我按 F， 我想说用近战砍他。用近战砍。对。哎，走开了，走开！哇！哇！开趴喽！电击枪技能也是可以。你怎么把他带过来给我？我看到那个大僵尸就追着你跑，然后你一脸无知的朝我走过来。哦，因为我没注意到。啊！还有最后一只怪在哪？最后一只在。有没有想过跟着他的？不太可能啊，你跟路人玩，不用想着流怪。我是真心劝告你啊，不要放过一丝一毫可以拿钱的机会。跟路人玩，不要想流怪，真的不会。干屁嘞！我再帮买不要多久。
过。又是填充弹药。我已经被打两次脸了这一场。啊。打死。已经不止被打了两次这么多了。两次啦。你要我被打几次啦？生气气。我是不晓得你红，你那个脸，你那个肿起来的程度是要多少次哦？你像母汤哦。哎、欸。哦，雷东阳。哎呀！早就知道应该用电击棒，干嘛你是用中文霰弹枪啊？哇塞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！哇塞！有人累掉一万了。那卡子呢？嗯？怎么了？他瞬间化掉。稀然吗？两个都在那边，我没办法过去啊。内安妮，太早了。哇，等等，你们都啊！呀，李子。啊啊！要倒了，要倒了，要倒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情况是有三张大饼脸在看我。我看到，用电击枪啊，可不用电击枪。因为面对史莱姆这种比较大的，还是双管霰弹枪比较好解决啦。加油！啊，剩下对面的啊，还有旁你旁边还有个点点。算了，铁巨人先别管。等等等等等。弹药好近啊，机枪！电击枪啊！哎、欸，啊，弹药好近！你怎么全部都弹药好近啊？阿秋，阿秋，你们三个都死之后，我直接那一波怪直接冲向我啊！都没。天降怪物！他还蛮赶的，我都赶快溜出来了，他还继续待在那边。还好我只有买一把武器的，不然又要被打脸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干巨大僵尸，我还想说什么扣血扣那么快，哎呀！哎，我杀了，我杀了啦！好杀，好杀，好杀！哎呀！我看到两把武器，它到大家耗尽，我就在心想，有点要不要两把都补充，换成三家不要好了。这家伙每次都这么喜欢打脸我还是。不要买两把武器的子弹好了，结果还真的给我出，大家不打野，切 ，no， 又是该死的巨大僵尸，赶紧老子的，我在当复活。哎哎哎哎！等等等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